2017年正值法国法中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协会成立20周年之际，为了庆祝这有意义的时刻，协会特意邀请中国宁波夏加尔艺术教育学校赴法共同举办《相约布隆》邀请展，由法国法中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协会、中国宁波夏加尔艺术教育学校，有100多当地法国政要和居民参加了开幕式。开幕式由法中经济文化教育交流协会段立生会长主持，当地市政府布隆马赫洛塞纳马恩省枫丹白露地区前议员、巴黎大区顾问塞纳萨姆瓦士名字庆祝。此次赴法国参展团由31人特邀法国著名画家瓦内莎·路德巴罗基女士说，在我们中国办展已经10次，尽管我语言不通，但我总能与中国人沟通，我们是心与心的沟通，所以艺术是人类创造的，有了人就有艺术，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，人类的艺术语言是相通的。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法国巴黎大区布瓦勒华尔市副市长、法国伦戈盖兹市政府市政委员、枫丹白露市政府友好城市委员会主席、萨姆瓦市前任副市长、县市政府委员。此次画展得到了巴黎大区、萨纳马恩省当地几个城市市政府的大力支持。